琴谱节，三二弹一钢琴，选钢琴谱节，还是选的钢琴谱节和夹子，钢琴谱节和夹子 ，OK， 还选六三的我是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开展的是钢琴谱节还有夹子，来。这是钢琴的谱夹，我去拿一个谱。这是钢琴的谱夹。这的确是钢琴的谱夹呢。这不是晒衣纸的。好，假如说我今天呢要弹，这是振动夹机器。这页，然后我按的时候，我这页一直会跑过来。所以呢，你就我要用，我要帮你打，把这，来这样，就可以把这几页夹住，它就不会掉了。应该是这边掉才对，没关系。好，换两边。好，接下来要开箱的是谱夹，就是它这里的虽然是一个套子，可是呢。它可以夹，不，它可以夹，而且，来，我做个比喻，然后我帮你。假如说这首《盐》，在你的那里，那里某某咪，那里。我就可以这样夹上去，然后呢，这就不用再拿出来，然后等下散一地。而且，要是老师要注记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直接注记。就像这样，那有没有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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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？这个，那有没有？喵喵喵，没有。喵喵，哎，你不是有？那有没有？喵喵喵。夹可以夹这个、啊，然后就不会满地撒一个、啊，这样子也可以、啊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对。永远常在设备室 ，C 不 C？ C。而且它这个一页是可以夹两张纸的。我来用节奏给你听。我是会一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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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宝宝。
吸，然后拉手，对，这个要是劈掉这个，然后它就停止飞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假如说，哦，我现在想砍风之两大，那我只要翻下就到了。每天晚上要爷爷。